现在是蚵仔大出的时阵，不过一般的蚵仔上大个嘛，大约五六两左右。不过在岛南浸蜜做十多年时间的农民，杨正来为去年改变浸做的方式，可以蜜做一个都有半斤了。嘛，后来帮忙采收的工人拢表示，头一届卖遐尼大个的蚵仔。目前没有，市场面上是没有那么大个。目前的市场阁无看，要无看这大条。啊，甜度。甜度嘛非常有关，品质足好个啦，啊，佫足薄皮，佫足甜个，足脆，比苹果好食。今年牛奶我有特别用较济，嘿，算讲，因为我感觉即个牛奶吼，真正会促进咱即个做啊个品质。刚我即个四五分地就用，要请六百几公斤个牛奶粉。今年做啊吼，有较大，足大粒个啊。啊嘛足甜的，啊食着嘛足脆的啊。这位伫岛南新仑里的蜜枣园，第两年前受到水灾影响，唔那是产量，连品质拢受到损害。杨正来表示，为去年特别加入搁较侪牛奶来做肥，效果真正袂歹。今年是细个，真歹找到了。上大粒话拢规半斤呢，一粒规半斤的呢。啊，多数今年多数拢是三粒一斤呢，四粒一斤呢安尼。啊，迄个是讲五粒的，六粒，迄会使讲足少足少的安尼。细粒唔敢，伊事实唔敢因。哦，啊，就等下到过年后，看伊哪办会哪细啦。过年后，咱若要食细粒，大家再来期待，咱过年后来食。这季蜜枣采收预计要到三月左右。杨正来嘛表示，今年嘛因为雨水少，品质是加真好，其中甜度拢有十六度以上。今年的主要甜度是比去年有较悬一丝啊。哎，那照即卖因食过，拢有来打，拢有落甜，但是我拢用迄机械甲切，拢差不多十六至十八只磅。这一个甲恁个买蛋糕蜜枣，食起来皮薄，佫真济汤。杨正来嘛，将要伫过年后开放，互大家来买，希望互囡仔知影蜜枣是安怎来的。记者真心长报道。